我让老师检查一下我的英文，发给发帮我发给老师。这个全清碳吗？二十一个字，哒滴哒哒个字。现在有碳，二胡和笛子得在路上了啊！我在路上啊，那没事，我们先排它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。哎，还不如用你的。你指挥我啊，老师。你来吧，我还能省点钱。创维 OLED 有机电视提醒您：第一个，谢。有请跨界歌手 The Jumbo 汪祖蓝。三位老师早，祖蓝好，祖蓝老师早，都在夸你的背影。对呀、啊，看你的背影，瘦的。一点都不瘦，你看，从正面看 OK， 侧面就不行了。哎，是个葫芦娃、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。我今天真的想晋级。真的吗？我讲选歌是最重要的。是。今天唱什么歌？上海滩。啊啊！你会做一些改编了、啊？怎么唱？是 rap 吗？一些改变。龙奔龙老。龙奔龙老啊啊，不错。rap 我就不太擅长，只是 rock 一点 ，rock 一点。rock 来摇滚版上海滩。哇，这个也是好柔情，当作就中间的嘛。龙奔龙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。等一下，摇什么滚什么？不然我们就刷一个 rock， 对，一个节拍就好了。对，吉他老师给他来一个嘛。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段潮流。啊，停停啦，老师停一下，停一下，不像摇滚，你要唱摇滚版了、哦，尾音不能长，你不能龙奔龙老，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。哦、okay ，龙奔龙老，记得黄沾怎么唱歌吗？沧海一声笑，嘿，滔滔两岸潮，嘿，浮沉人。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对啊，他的声音表情真的够多。不要管吴老师，吴老师一见男歌手就各种愤怒就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除非你叫做王祖涛，就很容易就上去了。真的、啊？嗯。I love you, baby. Yeah, I love you, baby. 宋老师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我早就想让人上。I love you too, baby. 我一定是支持的。I love you too, 小林老师。好，我们基本不用商量，就等着吴老师发表的意见。先通道开启。好，谢谢。行了，不要折磨人了。我故意逗他的。那就我会记住短音。开场哦。好的。好，加油。一点上去。短音啊，短音是可以，但是不用每一个字都有。哎，忘掉黄沾版啊，不要传统版，照你自己的方式，王祖蓝版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但是这个舞台还没有准备好，你看这个地多脏啊！啊，快出来擦一下！快！还有，桌子在哪里？快！还有，哎，屏幕呢？还没降下来啊！快点，
降下来，快！你们三个准备好了吗？啊啊啊！看哪里啊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下来！来，下来！这个台啊，太高了，我不喜欢高啊。到这边过来，快去！啊！快点！我们吗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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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啊，大人都懵了，就是你们三个。动作太慢了，他大概不知道我们干嘛的。黑仓怎么那么听话呢？啊，要我们坐不下去。这里，坐坐坐。来，这个逼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坐下。哦，还有，屏幕亮起来。啊。三位老师早，同学们出来。其实呢，我就是今天的第108位考生，我叫王祖蓝，大家好。考生啊，其实我这么有礼貌的，要请三位上来了，就是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今天准备的是什么的一个表演，希望三位老师喜欢。好。去准备吧。哎，还有老戴老师准备好了没有？ Go。 哇，咱们舞台效果做得好好。
谢谢夏冬老师。你完了，你完了。我们三个哪是你叫上来就上来，下去就下去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是，但是结果你们上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有些是容易请，很难赶走的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怎么办？那让三位老师上来唱一首呗。喂。马上就下去了，你看，马上就下去了。算你狠，算你狠。哎，你看吴启贤老师，黑脸老师已经完全黑脸。黑脸是帅，对不对？真的超帅啊，吴启贤老师，你今天。王祖蓝大胆，包大人，竟敢唱《上海滩》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成长的时候最重要的歌曲？我知道，我想大概是1980年。只要当当当，杠杠杠，即使是在连外面的狗都回家了，而且公车都停着，真的很轰动的年代。所以你刚才在唱的时候，说在我们自己掉在自己的回忆里面，没有怎么注意听你唱，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情怀，因为我觉得刚才你唱这首歌，你像在说故事，不像在唱歌。有点像我第一次考演艺学院的时候，我们都考过试了，对，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，但是其实只是人生当中很小很小的一步，然后结果人生就不同了，发生巨大改变。老实说，哇，我非常喜欢表演，一定要去吗？不是，就是自己学习不怎么好，然后又开始喜欢话剧表演。祖蓝能够在这个圈子13年了，主持节目吗？有，演话剧、音乐剧、电影演员，有，现在在我们的跨界歌王里面唱歌。你看你这一路少一点才华你都走不过来，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学习不好，而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学习的场合等着你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你了，感恩，谢谢，感恩。找汪老师的这个问法，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全部红灯。我准备 PK 的歌曲，我一直等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再唱。不赖我们观众老给你黄灯。我求求你们今天给我红灯好不好？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最多的红灯。谢谢。今天我们只剩下3个晋级半决赛的名额，如果你们再给他摁黄灯的话，他就真的快没有机会了。那如果一旦你今天晚上晋级了的话，可能他们会有2期看不到你，所以能不能再给大家多一点歌曲？广东歌你最喜欢谁的歌？除了我以外。张国荣。哎呀，张国荣哥真有情怀，真的浓本多情。情爱就好像一串梦，只想一生跟你走，但求你别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风中追究，不想孤单的逗留，但求你别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的你，思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哇，好棒！我出汗了。你知道《吉祥三三一招》是谁写的吗？谁？你本人写的。哦。所以我记得歌词，别的我就不记得了。是不是福利？你们要怎么办？通过着什么颜色的灯？接下来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韩后茶蕊嫩白液，嫩白就是 baby 白。观众投票时间，请投票。真的红灯吗？一盏黄灯都没有，一个黄灯都没有。投票通道关闭。一起来看结果。哦，还是有一点黄灯啊！哎呀，对，从来没看过这么红色块吧？真的吗？我就没有看过，你就没有。谢谢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所有观众，谢谢左蓝，谢谢乐队老师。太好了，不能太放松，因为后面还有几位，如果他们拿到的红色的票比我多的话呢，我也是没有机会晋级，所以
我要看他们下面的表演。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And I'm feeling good. You know how I feel. River running free. You know how I feel. Autumn on the tree. You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. It's a new day.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And I'm feeling good. Of the vine, you know how I feel. For freedom is mine, and I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. 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. I'm feeling